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高颜值的左轮杂炮枪。此款杂炮枪全枪结构都是采用合金材质，外部烤漆处理，搭配同样材质的转轮，质感满满。作为收藏来说，外观上是相对比较出色的。作为玩具来说，此款杂炮枪只打声音不发射，非常安全。喜欢的点个赞再走吧。